先请我们先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。在座的各位贵宾哈，各位贵宾，我今天看到是我看到的哈，上届年轻的一群哈，就是年轻的朋友，阿毛在洛港的在哈，咱的乡亲，我哈真难得，咱今天呢，世界上届四个乐团，无双乐团来到咱洛港多吉区来这表演，啊，这个今天我特别起来讲话，就是因为。带这个团来加巡回表演，来回馈我们彰化乡亲的这个团长刘学轩是我的儿子，体外好飞啦！哈哈，咱们特别是起来加关怀，哎，爸爸妈妈来一家哈，爸爸妈妈，这是我们彰化刘峰峰老师，然后到这个现场来，为我们无双乐团刘峰峰老师，那现场受到跟刘团长的儿子虎皮哈。古皮嘛，来几个？他很少亮相，我们很少让他亮相啊！啊，古皮嘛，甚至还有他的太太哈、我的媳妇王明华。王明华是国家国乐团的首席，他二胡拉得非常好，曾经跟那个卧虎藏龙。